2月27号，亮相时装周可谓是每位内地巨星成为头条的绝好时机。这不，这几天强强霸屏的小 S 那劲儿还没缓过来，我家娜扎的超时髦造型又亮相了。昨晚她在微博上转发了自己身着某品牌服饰前往秀场的照片。天哪，我扎也太美了吧！一身镂空红色长外套搭配同色热裤，外加条纹衬衫，文妥妥的时尚界 icon。还有乌力扎那一双纯天然无添加的大长腿，分分钟惊艳无数外国人的节奏。已进入米兰时装周第4天，我美扎每次亮相的造型都给乌力宝宝带来无尽的 surprise。第一天的元气少女 style 丸子头的造型搭配一身粉嫩套装，俏皮装不乏有些酷劲。第二天的清新女生 style 贴身的淡蓝色蕾丝连衣裙让我扎的完美身材尽显无疑。第三天的优雅女神 style 娜扎的深红短裙古典美，宅男们肯定是忍不了了。老仔觉得这次米兰时装周我美扎绝世美貌应该够舔屏一年的了。孟哥乐新闻，我美扎这腿好像能玩一辈子。报道。